叶希翁，你在怕我？我不怕你。你是不是怕死你？你喜欢我？是宠我，还是爱我？你看我时候的眼神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杀了谁？杀了很多人。圣王消息。以为我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不会杀人，别人都可以这么干，但怎么能是你？还是说你以为我是个冷血无情的怪胎？我真是蠢透了，竟然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被你害死了，只要你真心的喜欢我。对不起，只有这件事我做不到。我本来就是太傻了。你选一个心爱的回到你身边，另一个就可以殉葬，如何呀？没关系，真心喜欢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我这个叫做澹台烬的蠢货，你曾经打骂折磨，甚至还想要杀了，即便是这样他也还是不忍心杀你。汉子与你并肩携手白头百年，你就答应我，就算你厌弃我，不惜一切追你的心，不会再成为陌生。之所以心中生出喜欢，是因为那人是你，不是其他人。哪怕是魂飞魄散，哪怕我死在这雷劫之下，你我也绝不会放手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。我最终还是离你而去了。